第二年吧。心里面现在非常的不痛快啊。为啥不痛快？因为我从火星时代王校花了，而且是分期付款，花了贷款，花了20000块钱买了个课程，到现在是啥也没学会，这20000块钱算是白打水漂了。刚才给我发信息说11月4号到12月2号还有两个班级可以到线下学，错过这两个班级就只能在线上学了。我最初的话，初中的想法就是想多学点技能，然后让自己的收入提高点，多涨点。但是的话，我想的太简单了，刚开始还是能坚持几天，现在基本上已经彻底放弃了，已经基本上就没有碰过这个软 PR 什么这些剪辑软件，网上那些视频教程也都没有看，已经把那网上的那个课程已经冻结住了。让我想起来曾国藩家训里面曾经说过，我现在发现我自己其实就是太心浮气躁，内心烦乱，干什么都干不好，做什么事儿一弄就心烦，就乱了，脑袋瓜子也是乱了不行。现在我其实最需要的就是让自己内心静下来，就是在曾国藩家训里面所说的静功，必须让自己内心静下来以后，学习东西才能学好，否则的话学啥都学不成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内心浮躁，心烦意乱，什么事儿也都干不成。哎呀，做个简单记录吧。我现在要着重点就要改变的是内心的这种状态。